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，由子琳为您主持的《你的心情，我的歌》。接下来，子琳将为您介绍一首很有特色的歌曲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左手指月》。《左手指月》是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的片尾曲，由才女玉江作词，常石磊制作，萨顶顶作曲并演唱的一首具有禅意的高难度作品。今天子琳分享的这个版本是由歌手黄霄云空灵演绎的版本，他的演唱跌宕有层次，他对这个作品有很深刻的理解力和他独特的歌曲艺术的处理手法。他的美声唱腔极富辨识度，在黄霄云的歌声里仿佛把凄美的爱情故事又重演了一遍。黄霄云的演绎高音部分所呈现出的空灵飘渺，细腻委婉，层次非常的丰富，更加有能量感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黄霄云为我们带来的《左手指月》。听众朋友，记得1998年有一部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，一经播出就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它老少皆宜，曾经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。它不仅仅成为不褪色的经典，也为我们带来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。其中有一首叫做《雨蝶》，传唱度很高。《雨蝶》是由张宇作曲，许常德、琼瑶作词，当时是由李翊君演唱的。今天子琳介绍的这个版本呢，是由张靓颖和邓紫棋两位实力唱将演绎的版本，他们俩一个深情委婉，一个别致迷人。听完了这首歌，仿佛像听完了一个故事，听完了一段对白一样。他们的演唱饱满而有穿透力，两个人再现经典，分别以自身独特的歌唱韵味来诠释。张靓颖唱的婉约，而邓紫棋则是唱的较为狂放的。他们两个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高音部分演绎得很完美，再一次唤醒了大家对这首歌的记忆，同时呢，也赋予了这首老歌不同的色彩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张靓颖和邓紫棋重新演绎的这首《雨蝶》。
但是这一夜相遇太美，就算流干泪伤到底，心成灰也无所谓。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。虽然爱过我，给过我，伤过我，就是安慰。我想你飞，温柔的追，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。我想你飞，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我想你追，风温柔的吹，只要你无怨我也无悔。爱是那么为我心陶醉，悲哀的感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希望美好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，让我们彼此心有灵犀。很高兴能一起与您度过这短暂的时光。我们今天你的心情我的歌节目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子琳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和您空中再会，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你的心情我的歌。